这个东西明显不是他们的这个腌肉的所谓的腌肉的纸，这个好像真的是卫生巾。刚才查了一下，这是卫生巾的情况。这是卫生巾，这个纸，这个是啊，等我拆一下看一下啊。这个碎沫沫要这么热的锅里面不就化了吗？所以说这个不是他们。昨天一个偶然情况吧，他在里面捞出那个东西，我的那个小朋友就把它放到网上，我不想搞这么大的，当时他的摄像头看得非常之清楚，就是我是从锅里面捞出这个是卫生巾的东西，他现在给我的解释说那是一个海绵体，他说是变牛肉的，经过我昨天。